林公公，暂时已经脱很多回来，而且皇上阁封伊为统兵大元帅。今嘛这是用眉吐气的时阵，大家应该欢喜才对。恁来说咧哭，我真无闲咧，我爱吹以前迄个烟膏啊。梅姑娘，论辈分，你是我的长辈，我应该称呼你一声伯伯。你踮我面头前，嘛小可保持淡薄尊严。你都唔知影咧，以前还袂晓讲话时阵，各项代志拢爱我，即嘛一个会讲话，以前拢冷落我，拢无爱插我。你错了，以前袂晓讲话。当然是袂当讲无你的协助啊！伊即马既然甲会晓开口，伊爱施展伊的抱负啊！你哪样你逐工点点你的身躯边？哎呀，秋月，你根本就唔知影，伊即马已经去找到再世高朝阳，伊甲月霞是伊孙仔的关系，当然是比较较亲近啊！两个拢有讲有笑，拢甲我当作敢若无人的，我即马是一个孤家啊！听讲，阮公公正时的时阵有一车二车，因拢相敬如宾，比亲戚妹也搁较好。一如今投胎转世恁，也应该和睦相处啊，唔才袂去用笑。你讲安尼嘛是对，是讲秋香，啊那安尼，我是应该安那做比较较好呢？你不如就跟太阳家接近淡薄，伊这一句，你就当体会讲全家人相处的温暖。哦，唉，做一个平民的阿公婆，加寡年啊趣味嘞，只怕做一个官家夫人哦，顶多给足歹做。啊，对啦，听讲皇上刚是御史中秀二十年前的王府官邸。是啊，这么相公在那朝军演讲，准备要去安京，一方面在那中京王家的官邸啊。无一定阁经过一段时间，咱就会亲上加亲啦。亲上加亲，哎、嗯欸，我袂明白你伫讲这句什么意思啊？因为高如芳是老夫的儿女，甲玲珑王碧东是情投意合。
因两个人是真素会一对。哦，郭如芳，你是讲郭昭国的查某囝？正是，等他现代你少读宽察，就应该爱赶紧为因两个人结婚。到时阵，难讲是亲上加亲的哈、啊？对对对对，这正是名正言顺的亲家啊！嗯，现代，我已经将你的王府拢重视好些了，其他的代志都留予你家己去处理。老夫也应该过时了，我也不敢强留。你这份情呢，我宁愿在中门来去给你夺下。哎，不敢不敢，是我奉上，请你吧。咱拄来一切，我拢布置好势啊。那个姨妹是住伫倒位？同款啊，嘛是二十年前住迄间啊。那个真好，真好。对啦，相公，遐花园的边啊，只有三间房间摆做伙，阮三个姊妹，我都唔知你安怎分开。三间房间当然你是爱住头一间，啊，第二间就是梅姑，第三间就爱如红啊。我想要住第二间啊。三间房间当然你是爱住头一间，啊，第二间就是梅姑，第三间就爱如红啊。我唔啦，相公，我想要住第二间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吼、哦，那我带我孩子才常常爱开讲对吧？我若住第二间，要去伊遐嘛较方便。相公，请你给我安排。啊，我今嘛吼要来去教凉茶馆哈。是吼、哦，红梨呀、啊，哎，这个查某囡仔，安尼囡仔想要阁无改，安尼也是好啦。如果啊，要无第三间就给你住了。相公啊，你也叫我去住第三间哦。是啊。不如就甲太阳家接近淡薄，你这一句，你就当体会讲全家人相处的温暖。好了，那有要紧啊？那我本来是姊妹啊，应该爱和睦相处嘛。我阿姐，我讲安尼敢对？对对啊，真好。他房间安排拢总好了，但是我不计两道就要出声，我下面讲出来代事。不怪伊那里去烦恼了。相公，咱夫来大大小小代志，我拢会安排，你就叫你放心嘛。哦，都这么偏心哦。那我虽然是新妇啊哟，啊，不过我嘛是经过爸母同意才生做对的。伊一时啊就把我降落去上细汉的。相公未免哦，变心伤过紧啦。啊，不过，你嘛袂用的。不过，啊。听也挺受伤的。无啦，相公，我想讲哦，我嘛要跟你斗阵去，我若去，我连我说好你啊。袂用呀，你哪会去斗阵去咧？你手无白鸡煮啦，我出去是要去啊，到烧台呢，并不是要去佚佗，你爱分好清楚啊。哦，你想讲如何去斗阵去？如何？伊是身怀绝技，又搁是神风之意，所以咧，伊唔使去。你阮六是要安怎过去呢？对啦，咱若要论缘分，嘛论袂着你啊。但阮阿姊都无咧计较，啊，你是咧甲人计较啥啦？你那一种根本就无公平，无公平啊！伟哥，伟哥，相公，紧的啦，紧去甲安慰一下啦。我都去甲安慰呀，唉，愈来愈唔喜欢我。公务要紧，我要来去告警察官，要安慰你去看。哎，无咯，相公，相公啊！是，几乎前世人是一切二切，这世人嘛是一切二切。人讲哦，情形是无同款咯。
续安尼流落去，后世人的日子你是要安怎过？哎呀，秋妹，若要论年岁，我是会用来做因老母啊。那你叫我甲人计较这個，敢袂用爱笑死？啊，这都拢爱怪姊夫啦。啊，要来出事吼，那花容水暗淋淋的，嘛头我将伊顶世人的代志拢放落去。但是嘛，前世人的代志拢安尼记条条啦。再来安尼哦，不甲大家拢伫咧袂安宁。嗯，等到冬里，伊若开船转转来，我自然有怕死。阿七，你即马在讲啥？无啊，我哪有伫咧讲啥？我阴暗上好，是卖插你。二哥，二哥开门啊！二哥，哎，安奈无声，敢讲困去啊是？二哥，哎，伊也无我困，这也无我困，但我阴暗是要去困倒位咧。今世又过三千哦。
我知影啦，相公哦，一定伫卢凤的房间，我来遐看卖。人相公站吼，伫个我阿姐姐遐困，啊你遮尔那早都要共吵起来，敢袂歹势？哦，我阿姐姐，咦、欸，啊你弄起来啊？吼，是啊。你讲，嗯，啊你两点咧房间，给苏豪相公一个。苏豪相公，无、嗯、啊，相公也无伫我个房间困，相公敢是伫你个房间？无啊。那安尼相公伫倒困啊？那你甲找看嘛，到底相公是去倒困啊？紧来，紧来找，行。相公啊！啊，昨昏过看准，看我入神去，唔知叫困，啊困遮袂用的笑。相公，其实阮是，恁是安怎？请起吧，我见接水。圣旨啊，万岁万万岁，奉天承运皇帝诏啊，左右权神串通一邦，多谋宋室，以边疆多元辽阔，恐察乔探机入侵，为信心故，定将御驾亲征，设立下河东国军钦处。娘子。我是要来见通水。下面我，你是干什？耶！啊！苏川姑娘一定要偷出军情，来呀、啊，偷出去斩！是，慢请慢请，我是冤枉的，我不是要来探军情的。话告他，冰冻水，你是家己的人啊？啊？你家己的人，唔着较早讲的。哎呀，你若无给我开口的机会，我是要安怎讲的？嗯，好了，甲办开。我是奉新王爷的旨命，送这张批，请万岁过目。哦，批。通水主公，仁宗皇帝御驾亲征，趁现在这个机会，
向边疆现在兵力抗击，赶紧甲济南分作两路进攻，要夺取宋氏的江山。速速紧行动，不误。哈哈哈！真好真好，宋仁宗啊，已经来到河东啊！林同事，咱是不是要照萧爷意思，将大军先攻入来边疆？嗯，无了。宋仁宗已经来到河东啊，这机会真难得。咱来先将宋仁宗抓起，然后再出兵攻打边疆。唔是干安尼尔，啊，高如洪趁下无半大无地的时阵，也已经离开济南府，随宋军来到河东。高祖宏，你这个死左鬼啊，我绝对不会饶你。至今，这已经是七八十年前的历史了。当年宋太祖赵匡胤为着要开创大宋，下南洞困河东十八年，也是伫这个所在。中游故地，本来圣人，意义是不同凡响。当年宋太祖赵匡胤下南洞困河东连战十八年。为着要作证，每日不眠不休，挥发现在身上，就未曾下降。等到天下太平那一天，才发现，伊的挥发再也挥发两次，但是总明一生一世无下降。为着要下降，不得不挂挥发。也因此，宋太祖就大变了。确实是个偏偏的事情。不行，现在你应该了解朕为什么要亲自下河东督军的道理了。皇上，你是饮水思源的，正义好道是这个典故，但是太可惜。那位王兄，你这匹罗马又搁伫个身躯边。咱就用个骑马来去游赏河东各地。啊，对了，王庆，今天你回来，入宫进京挂念的时，敢就骑一领白毯啊？皇上，那是正邪不同道，那种物件不适合皇上的所用。禀皇上，这次你也来河东的，也如愿以偿，我真希望会当如何。你会中拜过宋太祖的故
事重演。无喏，只要王庆伫个寡人的身躯边保驾，就算讲天崩落来，寡人也唔惊啊，皇兄弟呀！想要建设，也是占地唔不比咱后宫啊！这安尼处处都真危险，这会惊死哦！哎，啊，阿母你啦，形象呢这礼拜，哎，你是皇兄呢？你千万唔当。不要紧，这是好杂音，就是爱出宫啊！你看，头一摆出宫就发生大事，好在该死，好在该死！公，皇上，我看何公公的伤真重，需要去医治哦。进去，进去。哎，哎呦喂啊！哟，王庆，孙夫人，哪会变成安尼呢？罗红早就中招，伊好不会下手。都吃要个牙出牙去袂掉，已经不好做去了。中邪术，怪伊徛袂坦。那安尼一走，代志变成安怎？什么人都唔敢伊了，无掉就是凶多吉少。修建成功，这拢是哦，将军师的功劳，好啊，你嘛？无了。这是大统帅的引导有方。来，大家敬大统帅。禀统帅，我到有一个查某囡仔，叫做高如红，要来求见。高如红，禀统帅，你说要来求见，我较早捌甲你讲过。你中原是我控制的主意啦，就是呀、啊。来哦，这叫你们是。不姑爷，葛祖宏，你敢反背我？我早就跟你讲过，你永远我都得出我的将领。哼，我要阁狠狠击垮你。阿叔啊！那战士的高呢？你能怪是我啊？等超人，当一抓。哼，我通水你的功，我这出得了。但是你对我那个真大利用。我阿叔啊，阿你是要哪安那个利用啊？啊，冰通水。宋氏万岁之王，这是安塞。哦。咱会使利用伊做钓饵，叫周王乖乖听咱的话。
皇兄啊，孙子连哪来？看来，咱受困好多，并且大概也唔知影，忘不掉，咱避困。通讯已经是无法度了，无定着免阁外久，等下粮草也会中断。哈、啊，元帅啊，要哪安尼讲？啊，咱都就安尼点点坐到这等死啊！我想到了，寡人已经体会到这个答案了。皇上啊，你是去想到什么答案？寡人。体会到当年宋太祖开国迄年，伊为甚物盔甲穿在身上都无法度写下的情形？原来，伊是无机会通写下，实在太伟大。宋氏的江山，果然得来无容易。恐惊，恐惊会毁灭在寡人的手头，皇上。你这次的活动，你都不应该来。但是，请皇上，你都要好好珍惜宋太宗创作的江山，好好珍惜着你的良体。对，寡人是不应该来。也不过，会用甲王经理同甘苦共患难，寡人虽死也无遗憾啊。皇上，到这个时阵。有枪在你的身躯边，敢讲你死都唔惊吗？王经理死过一摆，搁再投胎转世，同款嘛是英姿焕发的少年，有时阵已经年迈了。看来生生世世，天道轮回，死并无甚物可怕。假使你那也来一个投胎转世，敢唔是？皇上，你安尼讲，你若搁定出事，伊迄都比王龙图搁较少年啊咧。迄是因果循环，命中的注定，这是可无不可求啊！万岁，万岁，禀万岁，臣爷下来求祭师。九号，你已经是阮包围，粮草寄到，就是卖钱，恁全军人的要死。我下你十天来，搞出金钟皇帝，免你一死。你是一个聪明的人，相信你袂看你飙车收这偌钱的。我十天来，爱搞出皇上。王卿，哪里咱免做这好嘞？王卫高，拜见王夫人，诸位免礼。师傅，这米甘米杯不成敬，请你收起来。王夫人自比喜舍，功德无量。众道人将食礼收起来。是。口香雷鼓，点香。
蜻蜓挂入蜘蛛网，玉殿相思卖浮空，前途未卜天暗淡，几番风雨何以堪。蜻蜓挂入蜘蛛网，师父，你是不是会用再讲得清楚嘞？卢施主，你是要问？我是要问王大人甲王公主去出征是毋是平安？阿弥陀佛，大祸无后，小灾难免，善哉善哉。
这个孙来根本都白做。不熟，你哪边的修呢？人爹讲，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你唔当安尼想。是啊，太急了，那阵看那经过，无马过破解的所在。被破太急了，全国都迄机关道，到今嘛，机关道拢随着我爹娘对着这万丈端来，有啥机会，一点仔都无希望。敢讲，拢无其他的办法是？除非都急救出来。别动，那呢？你要怕生冤错？知道吗？知道。江南王公台拜见孙兰大人。啊，唔免多礼。林大人，贵重兵应该我将五路兵马调集江南大人，请大人你发落。嗯，那安尼真好。对啦，知道。江南一带武林高手，我已经拢招集好势，即马就咧准备夜饭。多晚就过了一劫，但是我伫想，从中兵甲王武大这兵马，也无去多晚过了一劫。你该安顿住伫个府衙后台，但无我命令，唔通轻举妄动。我知影。是。凤姐，我伫想，要无你也是倒转去府衙后台。那细条代志你去处理，那未解决的问题，等我回来再来做决定。李通，你是想要去倒一心？我想亲命要到奴才来去探明这个太监啦。李通，不用的啦，你安尼要哪样去？你安尼是冒险的者，你千万不用去哦。我的破口言之何止？奴才，高叫！李通，李通，奴才。奴才，你也敢太过了？是啊，李姐，伊那咧想计冒险，我看咱是带兵来去协助伊。喂喂，咱若是轻易出兵，一定到处惊死，惊动了这人物，到时阵对不东是更加不利啊！李姐，咱哪能这种安怎呢？我看明的袂明，咱只有是暗中来协助伊。各种兵。我看见我代志都爱骗侬，假使那是无王司长指示，千万唔通轻举妄动。哦，要不你来小心行事，我会踮夜门内面等候恁的消息。如何？咱就要准备出发。是。西域的统帅，伊唔肯欺骗公平家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原因是宋军已经到河东。仁宗皇帝也已经御驾督军了。啊，现在西域的兵马已经将因团团困住，粮草也已经断了，相信因也依时未多久。啊，若仁宗一个死，大宋的江山就指日可待啊！指日可待。哎，对啊，一统江山，非新王爷莫属啊！非我莫属。大姨，你安尼这忍心，你敢帮我做你去？你那是伫倒位？花高头啊，我叫你去甲我找大姨。你哪会跟这种一点钱消息报我对无？林王爷，以我的猜想，小王爷可能被高如王杀害了。喂，这是无可能啊！无可能？哪会无可能呢？当初我提议要杀伊，免得后患，啊，拢是怪小王爷一直咧贪好伊，啊，伊今仔已经去投宋军了，这拢是事实啦。高祖皇，官员呢？官员要替大人报仇？系啊系啊，王爷，大事莫啊！什么大事？有人串太监了啊！太监了，黄高头，赶紧传令落去。定能大天罗地网。是。
那是你家公公。哎，人已经来到家，那要放你走了。我管怕啥？哦，哎，王爷，啊，王伯东已经落在咱的手中了，是不是今晚就给抬死？这，哎，王爷，啊，但你搁咧丢丢什么？哎，然后承认你是伊的外公，伊就被处处跟你作对了。这你唔知呀？我这个想讲。将伊个老坑的太极楼，应该是一个真好的钓。钓是，我唔钓。伊现在是丧失真重要的大事。老坑已经派人过来解决。来一个了事，来两个倒相，到时啊，咱就可以将因一网打尽。钓。还是一个真好的钓字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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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不你替我传令，叫左右先锋去向民间借人，快当维持这段时间，对吗？再过来拍死。大家最要紧的，这个借人的代志，千万唔当叫皇上知影。你知影啦？哦，对啊，相公，最近皇上真歹伺候，而且佫真歹嘴到，食安尼啊唔，食安尼啊唔，皇公公实在足为难的呢。皇上是一个金鸡玉叶，第一将来的三日一大宴，五日一小宴，这是山珍海味。伊将来就唔要出来第一款真正艰苦。伊这也无怪伊第一挑难啊。不过上加艰苦的是何公公，伊唔知若要用心的时阵，唔知要哪样伺候伊，何是真为难。皇上请用心。又搁是吃，敢讲无别项性？皇上，啊这，何在？在。你声声句句讲要出宫伺候官人，遐你也是搁唔知影官人爱吃啥物？你看，逐天用这个物件，叫官人是要安怎吃？这其实这是安怎？是元帅叫你安尼去做的，是？
好，朕就来去问王庆。皇上请留步，皇上请留步。何在酒桌？这绝对不是元帅的意思。哦，那安尼是你的意思咯？我，哎呀，冤枉啊！皇上啊，皇上，啊，无请你搁忍耐委屈，这顿搁吃嘞。以后每顿才拢由皇上你来点菜，何在照办就是啊。哎呀，你今嘛是伫咧讲什么？好，你给我清楚听嘞。是，后顿，不是燕窝都爱包鱼，也若无炖绝对唔吃。而且，哦。阿哥有哦，哈、啊，阿哥有哦。古来迄顿都爱羊肉冬瓜，也佫有姜丝炖鲤鱼，也佫有好，好，好。皇上，你爱食羊肉，爱食鲤鱼，何在才上山来去猎，落海来去捕？等下，何在？在。阿、啊、你愈老愈糊涂。只要过你亲身去信，哎呦，皇上啊，也无是虾米人有法度啦。老实讲，啥我何烦恼，胃甲水泄不通，出袂当出入袂当入。其实皇上，你想讲，你委屈吃袂过，但那皇上，你才有通啊吃三顿，其他。兵书，因早都已经伫个啉水过长了，只是无人敢予皇上你知影。连王元帅，伊都已经腰肌失断啊！你知唔，皇上？若是有这个代志，好，朕即马就来去问王庆。你来哩真拄好，朕问你，敢真是咱满营粮草计尽咯？真是咱赢着了，粮草计尽，不敢吞换，初心兵元帅，班衙有个下计事来哦。王庆，计事到底是写什么呢？好不，喊我十天来，该告出皇上，但是我一拖延，已经也过多月了，只要有计事交代。明天我后才是三口之前再会面，我若是无去，最后也无法度记得如何。皇上，我也是爱依着伊自私而行啊。
不用的，王兄你千万不用去，不一定这是他设下的圈套啊。皇兄，这是最后一条的事了，无论如何我下死也要来去跟他好好的会面，敢说我忍心或者是如何一直就众位的大军，那么也要起兵要攻打就我们的活动性。皇兄你放心，我自有定断。皇兄你最要紧下好诏书回家办妥救兵。好，定这时就写诏书，不过王经理我这时来去准备。何仔，在准备对吧？书号是。你的诏书已经写好了，你想要派什么人去？我会派我心腹随从。皇上，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。江苏信若是还没倒转来，京城救兵也未到，千万你一脚步都不能离开城地。所以，哎，元帅啊，你这做你放心，好歹都是会保我这条老命，我会把皇上保护好好势。真好。美国相公，我离开了，念好好，书好就皇上。我知影，先拜别皇上，请皇上定调。要好你才来，你若爱死人家没几行要做。
哎，万岁，你讲咩？讲咩？喂，我这是好不容易。谢谢万岁，本来咱两国是和好，不应该当这场的干戈。总共出去也是以这个哈勃来煽动着你的同志，做你起兵反改。哈勃已经死了，你起码是要做什么打算？啊，对了，我同志哦，拢就是听哈勃的煽动了。哎，无咯，张万岁啊，啊，我若是退兵，你若向我起兵攻打我国，安尼我是要来向同志交代的。你放心。我国的皇上一向都是认着明君，伊绝对袂去侵犯你。你若是管理退兵呢，这是上好的代志。好，那恁已经为定，我都等我回报我的老主，我要来赔偿你。安尼好，一言为定。皇上，皇上，请皇上下面请下，麻烦请坐。第四，你无事平心。下皇上，请禀奏皇上，一切平静。这些兵马，愿你无条件退兵，以再也不敢侵犯着咱的大帅。真好，真好，果然不如陈所教哦。来呀，何东霞，请开门。夏老哈是何人呢？你身犯重案，率领壮士大军，叩见五祖万岁，万万岁！原来是犯人呀，皇上啊，我以为是犯兵在侵犯呐。是啊，海边披肩一场。王兄，赶紧开城门。是，来人喽！开城。是。启奏皇上，这人府急表回调，讲孙安大人王丕东已经病情，事情紧急，所以老臣这赶来河东救援。丕东病情，这是免做些好哩，请皇上放心。有了这番人生，你保驾护调，我带着蔡英保驾，一同就机关劳动，到这人物派蔡家老叫害你。是三杰当王下吧，王必同意高如才张秀师兄。李姐，哪里是安怎？我讲，安怎这是来去救人？只要是如此，事不宜迟，李姐赶紧来去。救万岁啊！调调的救兵来了，赶紧迎接。好久不相会了，经过二十年，再见就高丽哥，你已经老了。老，对，我是老了。想不到你还再世王文英，但是你的声音跟你的举止行动一点都没变啊。真是，
二十年来，王家秀就过得好，你也照顾，应该是我大大得势啊！王大人，你这么大个，我要来受当得起，这是我应该爱做的。你也太客气呀！阿爹，听阿爹，下面努力也不好。玉红啊，进起来，这不是你的问题，阿爹绝对不会怪你。阿爹，好爸爸在一定死啊！我要恢复自由身，以后别搁受消失的控制。红梅，哪里敢是这样的？是啊，啊，相公啊，这位就是我的皇姐，也是阮阿爸高昭君的大伯仔。高昭君前世是我的亲大哥，啊，这世是阮阿爸。啊，这关系实在足复杂，唔知要哪称呼才对。好了好了，这复杂就卖搁再分了啦。啊，对，如风在，你可知影彼段现在情形如何？秀文说，请你看这故事。故事。哦，我看咱来赶紧来去救人啊！慢下，但袂去中着伊圈套。圈套。是，交给如风，如风听令。命令各大兵马。我在兄弟三日之外后台三家时阵，若看到神父有悔悟了，恁就恭敬神父，不得有误。遵命。我赶紧来去地牢叫不动不动站。
我就想讲，真侪天无去海会寺啊，也无像话，伊甲我准备一个，让我头来去海会寺收金。哦，阿姊，啊，你是当时变成海会寺的信徒，搁这尼啊诚心，是有啥物目的？像话，你唔通忘记。去帮因爸仔囝，即马伫个战场，时时刻刻都有性命危险。我若无安尼，赶紧过来家烧一个香，安尼求一个心安，我要哪会放心？安尼我知影，我即马就来准备啊。你进去。不用这么搞悲锁，这是我应该按做的啊。阿姐，我看你心情敢那无通好，你是不是伫咧思念相公？你唔免烦恼啦，那我伫咧上海危险，是伫迄个活动城，迄个时阵哦，官兵把阮包围，我嘛无物件通我食呢。但是我嘛是平安无代志啊，只用讲是待人不淑，必有后福啊。我若看到因爸仔囝安尼平安倒转来，我一天都袂放心。阿姐，其实吼，这是你家己搞操烦的啦。我感觉讲咱相公哦，伊实在足搞的呢。伊去船啊，伫丹都赴会，去到迄个番营的时阵，甲迄个番将说吼，咱这边阿不算我一个一兵一将，人伊边番兵，家己都乖乖啊投降。你放心啦。我感觉讲，咱会当见到相公，这是咱前世修来福气啊！是啊，这是你前世修来吼。阿姊，我们准备好，等下去啊。哦，好啊。阿姐，你是要去倒？我要来去海会寺烧香嘛。啊，安尼，我也要跟你来去。会用的啊。真小心，董公因已经探险倒转来，我条木棒挂拢只写你来认账呢。假死的，倒转来啊！千古的万岁，万万岁！计划先回调停兵，哈哈哈哈！太个老计划全是轻视大功啊，马祖皇后轻平心，下万岁。通天官九龙宝已经找回，请皇上过目。事隔二十年，果然不归原主。这是新尊，这是花蝴蝶的求寿，请皇上过目。哼，死有一个，我知知，将求寿挂在城门四上。是，来啊，将新尊花蝴蝶的求寿挂在城门四上。是。上京并才有功，今在功劳是素颜天后，今日论功皇上啊，下圣旨。客在皇上，臣在听表，请皇上议官。真好真好，原来王伯龙高如峰就是青梅雕马，
王伯东高如风听旨，万岁！定祝婚，还请为媒，并立甲王秋香高如风，今日完婚拜堂。先做龙婚，一拜天地，一拜古董，夫妻对拜。心愿也终于达成，我已经无所顾虑，我应该安心来去做我应该爱做的代志。多谢罗环道恁安尼来到这地给我庆贺，现在我就请我这个环兄来去坐一个大位啦。你何必客气？这是应该，你是大媒人。来来来，请请请，请就行，请请请请。叫你买啉，你就买啉，即摆啉到水蒙蒙，拢行袂好势啊！吼，是安尼，我今仔日这么欢喜，那伊还无酒醉咧、我已经做人的公公啊，你知？但我问你哦，恁一直甲我拖，恁是要甲我拖倒来去？恁因暗是拍算要我困倒一位啊？困阮阿姐姐的房间啊？对啊，原本就爱困阮阿姐姐的房间，我来你家己叫哈。好。你困惯下，娘家迄间。是啊，是你家己讲欢喜的哦。嗯。后摆唔通阁想着错，敢若甲拖起来乱去啊。我才袂咧，迄是如何哦？伊较敖错趟，难怪人才袂安尼。嗯，迄也唔知哦。相公，相公啊，我问我来家家呢，敢若有看这张花？啊？我还无看。嗯。二十年的寒暑，如今同里中生，恁爸仔相会，王家文理重整，此生必堪各位，回顾往事，以待千世界，不问尽便已沧桑，无量福德，到底相尊于天地，数一时之恶，人间是非，恩怨。阳光也归于虚无，无今已觅得一处清净之所，安度一生。当自修为念，别也沉重。啊！我来要去查查，这边怎样嘞？你去查查。啊，奶奶，你是要去倒位嘞？到一边出家啊？可能是去迄个海会寺。海会寺。是什么人讲的？秋华，你怎样啊？我来帮我找秋华。啊，秋华。哎呀，师傅，请问贵夫人为何可以来吗？叶夫人，夫人在此。啊？讲出了假就无条件，实主，请你回去。你为何叫他？
公公，你唔听后宫好好享福，你是来这要创啥？唉，你唔是捌一个啥？即落张明官哪样迄无赖啊？啊，恁是要叫我安尼规日定定踮咧后宫，是要无路死啊？唔是啊？啊！那无看到无在呀，无在伫遮。哈哈哈！林依薇，你今仔日对我着阵啊，你个对甲着着。哎呀，有安阳赌场场的所在，你哪会用来无我一个公公？皇上啊，好在天水皇上也真久了，已经真哩真老。应该互相，你嘛个素质啊，注意呀。对对对，丁叔去说服去呀，今仔日去，丁就素你注意。笑笑，用你富豪仔注意。对，来按照往例，就先礼后兵。干一杯啊！是，先敬互相，先比南山福如东海。啊啊！对对对，你逐工都伫咧做生意啦。哈哈哈！对啦，兄啊，咱我人是不是赢你一半机呀？唔对，皇上，你是输我两半机呀。我年老了，记忆也较歹哦。啊，做你的，做你啦，哈哈哈，输个较凄惨嘛。要哪样哦，店输个这凄惨。来，今仔日店就要来报仇。是，但是咱嘛是不饮酒啊。干杯，干杯啊！